而家喺天文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查询分区嘅降雨量，可以睇呢一幅分区天气图、雨量图或者参考雷达图像。为咗令到市民更加容易查询分区嘅雨势，天文台就研究紧增加程式嘅个人化特色，市民可以喺出街之前查询自己嘅行程、所经过嘅地点，喺未来嘅一两个钟会唔会落雨，或者利用手机嘅定位资料获得相应嘅分区雨势提示。有好多時間都係，譬如新界就落得好多雨，但市區一滴雨都冇。咁如果市民淨係睇住我哋嗰個天氣預測啊，或者聽住電台啊咁咧，就可能會覺得咦，都天文台啲信息都唔啱嘅咁。咁所以咪有一個咁樣嘅新嘅功能，就可以俾到個直情係跟住嗰個用户嗰個位置，未來譬如一或者兩個鐘頭到咧。會落雨啦，咁就有個提示出嚟，咁變咗希望咁可以幫到市民。佢話推出呢一個新嘅功能係回應市民喺呢方面嘅要求，不過呢一項嘅新功能仲係喺研究嘅階段，市民如果想用就要等多一段時間啦。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葉佩賢報導。